大家好，这个视频是教导如何使用 LED 键盘参数拷贝和下载功能。拷贝参数需要将参数 P07.01 功能参数拷贝设置为1，1为本机功能参数上传键盘，按 DATA 键确认后显示 UP， 等待参数上传到键盘里。等显示 P07.01 后，即上传完毕。将键盘拆卸后，连接到你需要下载参数的变频器上，然后设置参数 P07.01 功能参数拷贝。设置为2的话，下载的参数包含电机参数 P02.00 到 P02.23。设置为3的话，下载的参数里不包含电机参数。设为4的话，下载的参数只包含电机参数 P02.00 到 P02.23。我们这里设置为2，按 DATA 键确认后显示 DNI， 等待所有参数包括电机参数下载到变频器里。显示 P07.01 后，即下载完毕。注意，下载参数后会将原来的参数所覆盖，请谨慎使用该功能。